天天老中可说天天天天你的心大西和那风都说没心那说明白月亮也说谁碰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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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大月时候就是吐蕃人民看到吐蕃人民看到的下面的三个世界当然所有的吐蕃人民包括我们支持吐蕃人民的伙伴都会在三月十号这几天走到这是全世界都市的街头上面来纪念上山小车最大，一心想做事事能破障，让我今天上山能比我，我不愁你就难上山了。太高的我这里，身上的我怎么扛得住？关键我想想，他把那上山我坐上小车，我怎么怎么的？那就把阳光我的照片，从这里挂到小车的肩膀上。老大没法他说他那些都是老大那上清月老师的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台湾的政府能够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的前提之下，能够呼吁中国的政府能够停止中国政权在西藏的继续的屠毒人民。不只是台北街头，还包括我们全世界各大城市支持吐蕃人民的伙伴，都会在今天走上街头，都在三月十号的时候走上街头支持吐蕃人民。要回家。Too many hands in too many pockets, not enough hands on hearts. Too many ready to call it a day before the day starts.4 p.m. It's been 3 hours from Soho department store to international train store, from the shopping area to the tourist area. Free Tibet is going to take the Taipei 101. 民主吗？各位，台湾的民主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跟流亡下面的朋友一起，我们不论是为流亡上流的想象的民主。或者是为我们台湾的民主共同奋战，大家快来买票投票！free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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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中国之内，是在中国之内，是在中国之内。
同样在受苦的西藏朋友。Thank you for watching.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This is Sky Lee for Revolution News from Taipei, Taiwan. 西藏人